虽然天气冷飕飕，大安区龙生李明依然络绎不绝来到李明活动场所，挑选自己喜爱的零嘴跟天然手工肥皂，准备打打牙祭。包括牛轧糖、坚果塔与蛋卷、手工烘焙饼干，全都是时下最夯、前阵子卖到断货的热门商品。许多人一次就带回好几盒，销售人员忙着补货。龙生里长沈凤云也为大家争取较多的库存，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前夕，揪大家一起做公益。台北市劳动局所属的庇护工厂呢，他们也有来找我们，说他们要帮助一些这庇护工厂的这些员工呢，能够把他们生产的这些礼品呢，能够帮忙促销，所以呢，我就一口答应。都是应景的礼品啦，所以我想大家都用得上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，抛砖引玉，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。担任大安区民俗会会长的龙生里长沈凤云，长期热心公益，关怀弱势不遗余力，也希望藉由李明热情参与公益活动，传播正能量，也鼓励支持庇护工厂的身心障碍者自立正常生活。记者郭灿勇台北采访报道。